行，我问问他，气死老娘了。好家伙，就在我们附近，必须真实他。老闺女，我先出去，等会你自己去上学回来，五谷城里吃粑粑。好家伙，不行，你必须给我滚回来。啦啦啦，再见喽，拜拜。谢谢，我到底他是什么来头，居然对国服安琪拉说话，不让我把他别墅都给他砸了。他就是租的，好吧。呵呵，原来这么近，走几步就到了。为什么这几天我锻炼就没有看见别墅里面人？好家伙，我居然没有看见别墅原来这么多。前面怎么有帅哥，肯定不是那个垃圾袋，所以我还是滚回来吧。喂，前面爆炸头，你给我滚回来，你就是赛吉安琪拉吧。什么事，他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这个别墅是你租的吧，这么漏。好家伙，我刚回国没有多久而已，怎么羡慕了。还有你不是要砸我加马来啊？别给老娘找话题，还有你打野真的菜。爆炸头，我告诉你，我打野都国服，你居然这么说我，而且这全部妹子都求救我。我去，谁推我，差点亲他了。老龟，这么是你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？嘿嘿，差点亲到了，你俩好般配，什么时候在一起，怎么没有亲亲。拜拜，我溜了，我渴了，我吓死宝宝了，差点我的初吻没了，而且他好像有一点点香草味道，特别好闻样子。不对不对，我怎么想到了他，而且他可是自恋狂的男人。哦，算了，我还是喝饮料吧，最近老失眠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菲菲开着门呢，正好老娘太幸运了，未完待续，破300赞更新。丫的，快点给我起床，今天有体育课。没事没事，你先去吧，然后我先睡会。好家伙，你是不是又熬夜了？那我走了，你要是到时候还要3分钟哈，拜拜。什么3分钟，不行，我可不想罚跑。呵呵，那我走了。嘤嘤，太气人了，没办法，这几天天天失眠啊。快点快点，我要迟到了，老天保佑。你丫的电梯都没了，算了算了，还是走楼梯吧。嗨嗨嗨，老师，我爷来了。你丫的小菜鸡，怎么是你？好家伙，真巧，爆炸头，原来你也在这上学。今天我可是体育老师郎，你低调点，所有跑10圈吧，这样不让大家白等你。什么你等着小菜一碟。没想到你还真的可以。下课了，吃饭去了，累死宝宝了。您晚晚可以啊，你还能跑10圈，那还什么，我可厉害事情了。真的不错啊，老龟，你还有这种操作，这么吃。但是我吃完饭得打工了，你不过这几天晦气死，遇见他。艾玛，你怎么在这，这是你的饭吗？呵呵，你不是看见我晦气吗？嘿嘿，你叫什么？我叫林婉婉。我叫顾白。好吧，那我去打工去了，拜拜。哎，又是心好了一天。艾玛，你来了，小帮兽就等你呢。嘿嘿，抱歉辛苦你了，我来帮你吧。那太好了，那我先喝一瓶矿泉水了。那个后面小子好像很喜欢你样子玩。艾玛，顾白，你怎么来了？难道这就是女主待遇吗？行，累死老娘了，这几天高中有点紧啊。首先我们先打开王者荣耀，然后点击排位，生活就是那么美滋滋。不行，越来越兴奋，快点开始。你好，你是哪位？有事情可以敲门，别私闯民宅。就是有点难受，先在你这躲起来。那老娘排位怎么办？没事，哥给你一个历史账号。好家伙，你在这躲着吧，别出声，要是发现还是把账号给我。嗨，你好帅哥，有事情吗？没事，就是你看见过一个白色头发小子吗？没有，这里女生宿舍，谢谢你在搞笑吗？嗨，说白他走了，看你这么难受，来姐的床上吧。是不是很臭啊？去你的丫的，哎，去不去？去去，你帮我扶我，有点难受，谢谢。好家伙，你原来那么重。那个就是帮忙，会负责你。我的宝贝，你在干嘛？瑟瑟的吗？好家伙，没有，就是脚扭了。好吧，下午有题，老师可定提问，你到时候看看啊。那个对不起，我负责你。鬼就赖你，这下好了吧？上课老师可定提问我。老师，我来晚了。正好林婉婉一个题，你来做吧。什么？可以拒绝吗？废话，赶紧滚上来！老龟救命！谁让你不看面对现实吧？嘿嘿，老师，其实我……那好吧，看看谁能救你。晚上你可以吃饭了。老师，我来吧。不错，舒白继续努力。嘿，爆炸头，晚上请你吃火锅，别生气了。千娜勉强答应吧。走走，我带你去吃火锅，最好的。所有那个上午事情，只是没有忍住，对不起。那好吧，先你付钱，我先找位置，别跑单。未完待续，破600赞更新。我想问你个事情。有事情吗？就是等会我下课回家过生日，可以邀请你吗？然后你衣服怎么丑，小爷带你买衣服去。这么好，那快点去吧。好好好，我们走吧。
爱马仕这里吗？可是品牌衣服。没事，你喜欢什么裙子我买了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谢谢了顾白哥哥。好家伙，别这样有点恶心了。就这件吧，等我别跑了。好家伙，我是这样男人吗？快，顾白怎么样？这个礼服好看吗？很好看，不是一个人了。什么叫不是一个人？之前我不是人吗？小姐姐，这个男朋友好像很爱你样子，好羡慕。拉倒吧，他不配。老龟你也来了，嘿嘿。那好，人齐了，后面人等着呢，我们进去吧。顾白白，你现在有喜欢人吗？哈哈哈。当然有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是哪个小姑娘让我们家顾白白喜欢呀？嗨嗨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和小红帽妹妹走了哈。干嘛？我还没有吃够呢。嗨嗨，想当电灯泡还不尴尬吗？走吧走吧。哦哦，我明白了，闺蜜回家我等你哦，嘿嘿。婉婉你过来下。那好吧。呵呵，你不是有喜欢的人了找我干嘛？吃醋了，那我来告诉你。老龟快醒醒，你的喜日到了。哦吼吼。什么嘛，真的是别闹。艾玛，昨天我真的和他。呵呵，你跟我来。咦，要干嘛？废话，当然给你画美美妆容了。那好吧。怎么是个婚纱啊，而且有香草味道。所有啊，有一个盖世英雄在等你去吧。真的吗？那我必须信你。好吧。嘿嘿，到时候你肯定感动死了。 OK 啊，那我现在去了。记得他欺负你告诉闺蜜，闺蜜永远是你的后山。好家伙，搞得我好像走了一样。算了，好奇是不是他，好想在那个大桥。好家伙，让老娘自己走真够。前面好安静啊，是不是没人？哦，顾白你怎么在这，而且这么多人。就是说爆炸头，你跟我在一起吧，我会给你幸福的。就是在一起，那好吧，勉强答应你好吧。